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是香港置業的 Vivian 啊，今日咧會為大家介紹一個九龍塘的貴氣大宅，實用面積1933呎，屬於愛濱花園的單位。呢個單位咧，主咧就將嗰個原跡改咗間隔啦。咁而家你哋大家都會見到個單位咧就好實用啊。咁咧呢個單位咧就41校網嘅，咁就有47伙，實用面積咧就會由1534呎至到1933呎。而呢個單位咧就係呢個屋苑最大嘅單位嚟嘅。咁亦都有啲客咧就會將兩個單位打通去做嘅。貴氣的大宅啦，係咪好靚咧？如果有興趣，大家快啲打我手提電話6606-2223，6606-2223，我等緊你嘅電話㗎，拜拜。